所着为名。今见有积福盈溢，不必母子，亦无节度，亦有犬马之争，狗争渔夫，畜生之属，皆有信足，而积福盈溢，独无止足，皆从故事宿命盈溢犯他人妇女，受是积福身，当为人所惮时，如是勤苦不可述说，如是分明，甚莫犯他人妇女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喜两舌缠人，喜恶口，妄言其语，此共高诽谤圣道，嫉贤妒能，彼此高才，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多怨憎，二者自欺身，一从事人皆不信，三者数逢非祸，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有鬼从人相拔其舌，若以烧铁勾其舌断，若以烧铁狼铠刺其咽，欲死不得，欲生不得，不能语言，如是数千万岁。五者从地狱中来出，为人恶口，此或免缺，迷津简及众言，或阴雅不能言语。今见有事曹人，皆故事宿命两舌缠人，诽谤圣道所致也，如是分明，亦可神恶口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习饮酒醉，得三十六失。何等三十六失？一者，人饮酒醉，使子不敬父母，臣不敬君，君臣父子无有上下。二者，语言多乱误。三者，罪变两舌多口。四者，人有拂逆隐私之事，罪变道之。五者，罪变骂天逆舍，不必忌讳。六者，变卧道中，不能复归，或往所持食物。七者，罪变不能自证。八者，罪变低仰横行，或堕沟坑。九者，罪变必顿复起，破伤面目。十者，所卖买谬误，忘触底。十一者，罪变失事，不忧自身。十二者，所有财物耗减。十三者，罪变不念妻子饥寒。十四者，罪变唤骂不必王法。十五者，罪变解衣脱坤裤，裸行而走。十六者，罪变妄入人家中，牵人妇女，语言干乱，其过无状。十七者，人过其旁，欲与共斗。十八者，踏地唤呼，惊动四邻。十九者，罪变妄杀虫豸。二十者，罪变抓锤射中食物，破碎之。二十一者，罪变家事，视之如罪囚，语言冲口而出。二十二者，朋党恶人。二十三者，疏远贤善。二十四者，醉卧绝食，身体如疾病。二十五者，醉便吐逆，如恶露出，妻子自增其所状。二十六者，醉便意欲前荡，向狼无所避。二十七者，醉便不敬明经贤者，不敬道士，不敬沙门。二十八者，罪变淫逸，无所畏避。二十九者，罪变如狂人，人见之皆走。三十者，罪变如死人，无所复视之。三十一者，罪或得泡面，或得酒病，正微黄熟。三十二者，天龙鬼神皆以酒为恶。三十三者，亲后之事日远之。三十四者，罪变蹲踞是常例，获得鞭蹦和两目。三十五者，万分之后当入泰山地狱，常小童入口，教父中过下去，
如是求生难得，求死难得，千万岁。三十六者，从地狱中来出，身为人常愚痴，无所事之。今见有愚痴无所事之人，皆从故事宿命喜事酒所致，如实分明，亦可胜酒。酒有三十六师，人饮酒皆犯三十六师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喜持杖恐人，以手足加痛于人，喜斗乱别离人，己所不喜强持与人。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自欺身，亦为人所患毒；二者身为恐怖；三者又数病疾；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随所作受罪，久久万岁；五者从地狱来出，身为人多病，身不离杖。今见有多病者，皆故事宿命喜加痛疾之所致也。多病不如强健，如是分明，甚莫加恶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常喜嗔恚，不合调。见贤者亦会，见愚者亦会之，不别善恶，但欲嗔恚而已。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为自烧身，二者意自乱意，三者卧起不安稳，或忧会自杀，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毒痛考至数千万岁，五者从泰山地狱中出，身为人面目常恶，色为黑黄熟。今见有恶色人，皆从故事宿命喜嗔恚所致，面丑恶色，不如端正好色，如是分明，甚莫嗔恚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自归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开门的时候，是为愿一切投身于地狱道的友情，借由到彼岸的般若智慧，解脱地狱道。当我开门时，我正解脱他们；关门时，是为一切恶趣的门永远关闭。愿没有任何友情需要再投身恶趣。当我关门时，我正封闭所有苦难转去之门啊。所以打开门的时候，你要观想那个光，般若的光，或是各位点灯的光啊，所以就照到了在受苦的众生，包括地狱有情。所以就开门的时候，我正在解脱他们啊，门一开，他们就离苦了。简单的这样讲啊，如果你要按照这样背，那最好。最好的方法，各位当然在你家最好了，你就可以把这些都贴贴贴到处贴啊，啊，这个到处贴，不然你就会忘啊。也每天要洗手，但是洗手有些人根本就忘了要念咒语了啊，所以你要是
不会背，那至少你在醒要想哦，众生净除啊，众生得到清净手啊，啊，唵主教那一说啊，或是你念唵嘛呢叭咪吽，你念阿弥陀佛都可以的，但是你要加一个佛力，一个利他的心啊。所以关门的时候，所以要这样想，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三恶道门都关起来啊，没有众生会堕落三恶道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吃素的心是快乐的，护身的心是感动的，念佛的心是平静的，护持的心是感恩的。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。接下来请收看早课